方为人，落在檐下就碎了。咱们因为这个上面啊比较矮，然后就没有带鼓，临时跳了一下，就好像是训练版一样啊，送给咱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。明天就不卡了，然后咱们能到昙花林看哲哲的，我们也可以到昙花林一起相聚，好不好？再备注一下哟，明天一定要把这个肩带换了啊，这个肩带一定要换了。然后拉链那个修一下，不行就旁边裁缝店换个拉链啥的都行哦。到时候记得哪些东西坏了，练功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是父老乡亲们，对，备忘录记好。呵呵，父老乡亲们衣服都跳烂了，真的，说明哲哲多用功啊。这样吧，今晚10点哦，对 ，CCTV 10可以看哲哲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会不会很丑？打雷了，对，明天也要下雨，所以都比较艰苦的条件，但是至少明天不卡。还是几点开船？9点开船啊，还早呢。9点咱们再跳如愿，9点咱们跳如愿好不好？群里会发播，就是你去 CCTV4看就行了。想看海雨天？哎，我看一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单上是有海雨天吗？有哈，那就把海雨天的衣服给我吧，给大家跳个海雨天。今儿卡着呢，辛苦大家了。超老粉了，不客气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们心向远方啊，可以当咱们的那个公关组了。卡死了，我都怕明天昙花林也卡，因为人真的太多了，它网络是会瘫痪一点点，真的超级多，超级多。放一下海雨天。好久没跳了，听一听。别针别针哦，这儿有。没事，咱们等一等。我感觉有这一回，就是这个历练啊，我的急性子也好多了。以前我一遇到这些事儿我就急，现在一点都不急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也没办法。哦，你们就是在网页版搜那个 CCTV4， 就是手机上也可以看的。海底还没醒，守护那心照不宣的秘密，每一个夜晚的潮汐，每次海浪的声音，只为连成一条想念的轨迹。当天空爱上海平面，彻夜无眠，的眷恋想要被成全，化作雨点，只为能见一面。
沉睡的海底还没醒，守护那心照不宣的秘密，每一个夜晚的桥。不是，因为这里是有信号，但是人太多了。江潭，这样，哥哥姐姐们，还播不播？我怕真的卡死你们了。这儿就是这比我们行驶在河中间都还要卡，确实这人太多了，还看吗？我下了得了，我也怕就是影响到你们的心情，确实，我倒没事儿，嗯。我下了，明天我们7点不见不散。今天应该舞蹈时长和直播时长也差不多。播好，我榜一大姐说了播，那就播好。听我许诺，臭宝的，我许诺臭宝说可以下了就下了，没事儿，我下了啊，我不播我也得在这儿演出，得给大家说一声。对，反正我要么就是不播，要么我休息不了的，我还得跳舞，我待会儿就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跳，如果你们看不了，榜一大姐威武，我下了吧。我休息不了，我还得再播，只是说怕卡着你们，确实很难受。感谢，谢谢我偏爱哥。嗯，我得10点多才能下班，10点半才能下班，这是哲哲的工作。明天见吧，我怕真的把你们卡崩溃了。咱们再关注关注，确实太卡了，这比昨天卡的还久一点点。我答应你们这样好不好？一会儿后面跳的舞，我都对头都卡疼了。这样，一会儿我后面跳的舞，我们下播，但是不关这个，都录上，录了过后。就是我们录一个发一个到 QQ 群里面，然后让大家发到那个我们所有的那个粉丝群里，大家都可以看，好不好？你们就当看一个转播，行不行？你们在群里点舞，然后我录好了发到 QQ 里面，管理大大去 QQ 里面下了过后在群里给大家看，可以吧？你们在群里点舞啊，看我节目单上还有啥没有的，可以哈。 OK 大家都记得进群，对，都进群，然后反正我也得跳，嗯，对，现场转播，我可真是个大聪明。真的太聪明了，这样要不然也把你们给弄难受了。嗯，去群里说一下啊，到时候让他们转一下，你把 QQ 登上就行了，反正我们也不用别的网，就传就可以了。嗯，就我们跳完一个你传一个。